嗨嗨，刚刚收到了回收从军营里面的来信，自嘲说陆军两五拐旅部一营洞洞八两恳亲会停车证。Hey, this is the day that we are going to recycle's恳亲会, and now we're going toRide a motorcycle to Jai. You know, it's very, very far. Okay. I'm sleepy now, but let's go. Yeah! 我们骑车到了嘉义中坑，我们还没有找到进去营区的大门。现在很明显的，我们在走路。小跑步，小跑步，阿龙诺，阿龙不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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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终于到工作室了，好不好？哇，前几天真的是有够多东西，一堆资料要填，一堆军歌要背，一堆什么报告词要背。重点是我的那张，我要背的那张还不见，可恶，班长还不给发，我只能重抄一张，好不好？我大概花了5天的空档时间才把那一张全部给我抄完。重点是我现在还有一小张我又不见了，耶！但是除了那一张东西以外，其他东西在军中的其实是没什么其他大问题的。然后同梯的好像都说我好像蛮自在的，是真的蛮自在。哎，尤其是伙食的部分嘛，我觉得很夸张，有饭有菜有汤还有水果，好不好？直接完全健康太难，比我在外面吃起来吃的还好。而且我还是军械班，大家有可能要去行军。当兵注意，由左而右，由近而远，反复观察的时候，我们就在那边擦枪，在坐在那边擦枪，然后下按表操作，下课还可以去投影的。赞，我爱军械班，谢谢班长。秀是归秀啊，但是好不好？放假还是最秀的，所以呢，这放假绝对不能给他浪费，直接愿望清单。哎，没错，人生第一个当兵放假就这样结束了哈，还有3个多月，行的，没有问题，一站就够了，好不好？喂。